윤정수 슈퍼노바 노바. Karina 近日到惠利的节目上聊到了各种话题，其中在被问到喜欢哪首歌曲时， Karina 还透露不了解为什么 Supernova 这么受欢迎呢？아마겟돈이랑 Supernova 중에딱들었을때더좋았던곡완전아마겟돈아근데생각보다 Supernova 가반응이너무좋아서왜좋아하세요 진짜궁금한거예요저희가 Supernova 그러니까저희가처음듣고와너무난해한데그전통 SM 느낌이선병만후중독之后 Karina 还和惠利一起大秀起了中文对话 Karina 更表示自己从幼儿园就已经开始学中文呢저원래승무원준비하고승무원이되기위한중국어학원도다니고중국어그럼할 수있어조금你好你好好久不见非常好오맞아요你的爱好是什么你的爱好爱好是什么什么爱好我不知취미가뭐예요취미근데언니중국어잘하네요언니도얼마나배웠어유치원때부터해서 엄청오래했네